我们是专门抓怪物的猎人，而抓怪物的第一步就是先画文章把它困住。人类啊和怪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，这两界长久以来恒常转动，相互交替。怪物啊就是这样闯入了我们的世界。你能不能帮帮我？等他能控制怪物，你要带他来对你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抓怪物的人。起码你没有见死不救。高一点。只要你活着，